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天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纸。纸就是咱大家生活差不多拢用得到的生活用品。上主要原料就是食物的纤维，会当用来印刷做报纸，提来做册、做画图纸，或者是包食货。咱普通时用到的机会实在济济，会当讲是真普遍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事。头一个，咱读做捡二纸，这就是做资源回收。古纸咱拢讲是捡二纸的。第二个词，纸胚，毛人读做纸胚，是咧讲用稻草做的纸棒。一般纸胚比纸棒搁较薄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捡二纸伫咧土山等过生活，今仔日真好运，有人摕真济纸胚来送伊，赚的钱天好食甲月底拢无问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纸提供予大家参考。